这是你们在地球上其他地方都看不到的。侏罗纪世界的发展前景是什么呢？更多不同种类的拥有专利四驱球形驾驶系统，强化碳纤维摄生，能让你的旅程更加舒适和安全。GPS 导航是那你可以由我的控制中心远程操作。AdSurf的游客提供了卓越的近距离接触，欢迎你们来享受侏罗纪世界大冒险。引擎栅栏联网，展品避让技术联网，欢迎光临侏罗纪世界，一场有着6500万年历史的冒险即将在你眼前展开。先生们，由于天气的影响，我们不得不取消您本次的侏罗纪世界之旅。检测到恐龙，识别中。对象：暴虐霸王龙。安全警报启动。检测到恐龙，识别中。对象：甲龙，威胁等级低。迫近警告。系统错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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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测到恐龙，识别中。对象：暴虐霸王龙，威胁等级高。
都没事，他们已经回去了。车门将向上打开，请勿靠近车门。在车辆停稳前，请保持就座。侏罗纪世界的团队成员会指引您到达。